杜大伟，恭喜你，喝两包哦。那我就他妈扫你去，坐下。我的后生啊，中共对我敢那不好，你驾驶嘛是我驾驶啊，你想啊？我这刚来没摸过去。你先坐下。阿姆，那边有人闯进来，快点！赶紧放开！你叫高龙仲裁。你叫人来，我知影你真烦恼人没啦，我无代志，你紧去啦。行已经过啊，你看你行路脚袂稳啊，也毋知杜大伟这神仙同伙是毋是对你不利。我想够好，毋是国际刑警，这是无问题啊，绝对袂得。不要紧，解放现是我，那我得破坏 boss 甲大 boss 的计划啊。这人真艰苦，连车牌也找起来。我是警察，我跟提车，阿老无我开枪。进前听 boss 讲，要亲一个在放假。伊身上哪可能有枪？应该是在吓吓我。我听到无？我真正开枪哦！我去提车。下面就来啊！先收下。没有别人，挡住！喂，我才对别人好多单位抓走，若无上好高红中才，伊嘛会受到威胁，安尼大家都白了讲啊。我先生，你这边。
好，敢会当先打电话联络上好，阿老母家己烦恼，点上下再讲。来，飞鱼。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嘛算是勇敢，对啊。你敢知影抓你的是啥物人？伊是安怎变来做？啊，搁有你甲尚豪是毋是拄着啥物麻烦？伊将你所知影的拢甲我讲。既然阿母救我，佮遮尔关心我甲尚豪，应该是伫咧死的啦。其实我知影的无济，我敢若知影迄个人叫做杜大伟。杜大伟。和客群的主力共名共姓，这么多好，敢有可能是同一个人？我都认为伊甲汤包爸爸的名也有关系，而且我嘛感觉无啊有一个蛛丝者，只是我哪个找无证据。妹妹，妹妹，我刚才平安获救，啊有去照 X 光无？身体敢安怎？放心啦。拄则应该做检查，哪个做啊？我无代志，只是恐怕上。安尼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昨日甲阿母讲汤包爸爸名的代志。元美。哎，元警官。哈，我真正爱甲你讲一下谢谢。啊，感谢哦，你迄救了我的媳妇，嘛等于救我后生。啊，因为阿母感情真好啦。万一人们真正有人抓去哦，同学哦，伊爸平时去抓狂诶。人们是我查某孙啊，我出去当三工，嘛是应该诶。我本来看新闻，调准讲恁爸仔囝不过真无爽快，啊，不过看起来好亲像无遮尼歹啊。唉，同学啊，对我搁安怎不好，安那搁安怎个？张贵伯伊嘛是我的后生啦。爸母饲囝是义务啦，疼囝嘛是天性。天公地道啦，话讲倒转来，看到这少年有危险，我敢真正袂烦恼去安慰，嘛是会啊，对无？嗯，嘛是啦。啊对啦，你讲看，还是讲你那下乡乡走去阮工地附近是去找人个？甲一个朋友斗三工，调查一个案件，巩固线索，去到附近，嘛好加载我有去，才能救人命。看起来，因同款唔相信我，这嘛真正常。国安怎讲，交情延伸，讲国较济，嘛是假讲的。尚豪，既然恁已来啊，人脉就交予你啊。我阁有代志，无叫了。来，两情况，你看下。这个就是之前高仁美以教员印象所围出来的，这个人叫做杜大卫。真正是客群的主力，杜大卫。伊是安怎一直针对尚豪伊？会两情况，你拄只讲高仁美拄着危险，敢确定就是这人所做的？我无看到伊，啊，不过仁美甲尚豪甲伊交手几啊届啊，伊真肯定就是伊。关系这人，恁台湾警方这边够期待住。两情况，我甲你讲吼，这个人吼，伊足刚强嘛，足细腻，大概出来的时阵吼，拢有暗号，要甲伊拾到吼，是足困难的啦。而且吼，阮警方不管安怎调查，就是一直找无这个人，伊的背景也是伊的什么资料拢无。我是在想啥？杜大伟对客群为缅甸倒来台湾，台湾的警方当然嘛无伊的资料啊。对啦，你顶回来的时阵，我不是讲王尚豪去人攻击，迄个人吼就是杜大伟。啊，王尚豪不是阁有把伊手内所提的迄个棍仔，摕来我家做比对。真拄好 ，B 队的结果吼，和王尚豪、高仁美进行关伫迄工寮内底所留落来指纹是同款的。所以这个杜大伟一直针对尚豪因。对，啊，搁有啦，迄阵啊工寮内底吼，搁发生火烧厝，王尚豪因的手机啊受到干扰，安怎卡着拢卡袂出去。迄粒指纹哦，就是伫个工寮外口的讯号干扰器内底电池所找到的。想袂到杜大伟做这样子代志。尚豪因对我这么无信任，
敢会是因为因在怀疑客群，或者是爸？那安尼，爸甲客群伫这件代志内底，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？哎呦，杨警官，真正就拜托的啦！你若是有啥物进一步的线索吼，一定要随甲我通知哦。我若是讲出我是在杜大卫的代志，做队长应该会爱我相片，安尼我就袂当调查。万一代志甲客群甲爸有关系，我绝对要亲手调查，秉公处理。这是当然的，大队长，这条署名敢不当好翕相？切。都好，恁两个拢伫个。我今仔日拄到一个真大个困难，这个问题只有恁两个会当替我解决，敢不当麻烦恁替我解释一下？哦。这个人，我想应该认得出来。这一看就知影是 David 啦。啊，恁哪有这张相？今日我为杜大卫手头把人美救回来。David 抓到人美，原来是要从？我当来调查，啊，不过嘛真意外发现杜大卫真有可能涉嫌一件命案。命案？哦，这 David 真让我老厉害啊！好佳哉啊！我提早给他开除。啊！若无连我这个头家嘛去用调查，你家己开除啊？差不多已经半个月啊。因为我发现吼 ，David 啊，利用职务的方便，摕公司的商业机密卖予对手。啊！迄当阵啊，我够生气啊，真正足心痛。我就感觉啊，我信唔着人啊，所以直接去死掉。公司真大损失，你拢无甲我讲啊？有即时机会啊！公司无啥物损失，歹势老爸，我找个人出包，我着认为讲我家己会当解决，我就先解决啦。是讲，即个 David 咧生活到底出啥物问题啦？之前看起来阁真正常，竟然做出背骨的代志，即马阁甲命案有牵连。江明确定讲 ，David 甲命有关系。各地调查。我知影啦，侦查不公开啊。我只是以前头家的身份关心一下 David， 无歹意思。不过 David 哦，伊头家公司商业机密，这犯罪事情，我当提供予警方当作是证据，他的资料文件。拢在公司啊！你若是有需要，我明仔载去公司整理，然后交予你。既然公司无损失，都无达成营业秘密保公司罪启动条件，敢来当怪你这个识人不清的头家，你都要家己吞啊！哎呦，你莫阁提起吧，我差点害公司陷入危机的代志啊！啊，若无后一届把我款款等去吃家己的，应该是我。那有后盖啊？是。我并无讲明杜大卫涉嫌的是汤发财命案，都是因为命案发生的时间是伫杜大卫和客群开赌进行。杜大卫那不是受人主诉，伊敢有理由去伤害汤发财？想讲会当为恁身上得到线索，即马就断啊！看起来我调查方向要改变了。